讲一下牛仔的两种跳法，一种是弹踢类吸腿，一种是连在地板上的摆荡。以左右并合步的步伐为例，第一种弹踢类，弯的时候把我的人立脚踝直膝盖，双脚脚全部立起来，然后中间在的时候做一个转换重心，从我的右脚重心转换到我的左脚，在空中有一个交换，保持住身体位置，然后再落右脚踩直，好，来左脚慢慢接触地板的位置踩上去，这是个时候记住脚踝用力，膝盖用力，踩直立住，不要软，膝盖一定是做支撑的，然后转换重心，重心重置的时候一定要分清晰啊。1 2 3 4，第二种摆荡的形式也是从并合步开始，5 6 7 8， 1脚掌拉回来，左脚膝盖伸直落跟，屈的时候先脚掌再从脚掌到脚跟，屈落跟踩直膝盖，弯脚掌，屈脚掌脚跟膝盖伸直做摆荡，1 2 3 4。第一个弹踢的方式比较适合于初学者，因为他们对身体连接的要求没有那么多，第二个呢因为身体的要求多一点，所以稍微复杂一点。